竹县五峰乡和坚持乡的36位阿公阿婆，昨天在台北市区到处参观以后，今天上午到动物园游览。他们虽然在山区里住了好几十年，但是还没有看到过那么多种类的动物，今天他们都以惊奇的眼光兴奋地观赏。上午他们也到板桥大同水上乐园游览，乘坐电动玩具领受了一些惊险的经验。虽然他们的年纪都很大，但是身体都相当的强健，所以虽然到处游览都不觉得劳累，兴致还很浓厚。